好痛啊！吃个炮车要死了。别吧，我还以为他会越我呢，吓死了。啊！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我已经觉醒了。我操，死哥还放了个大呀，吓死我了！这死哥，我去。不过我现在在想杀他，应该不太现实了。刚才他没有出护甲，现在出了50点护甲，扫一下。但是加个寡妇他就不一定了，这寡妇能打一半的去。我想给死哥直接来把下塔拆了吧，我两件套可以顶着拆。打不了我的一身魔抗装，我这种打法就是发育比较快，这两件套了，顶着他拆塔都可以。死哥来抓我也不怕，这我直接越你了呀！你这带赏金，这样直接把大招交了。现在真不怕他，妈的，我13级，你来跟我打吧，两件炮。我操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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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劲，怎么回事？我打没血了。
这打团谁能拦得住我？ 就是敲键盘。